听见福音，是心的感应，是灵的呼唤。2023年8月9日，我们在惠芬的豪宅天母之旅相聚。我们有海报，有恩典卡，有姓名卡，有礼物，有美食，这真是一个盛夏的悠游飨宴。节目开始，迎宾等。感谢屋主，最辛苦的慧芬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哈。那这个谢谢大家，还有姐妹弟兄的热情邀请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。那我这次会办这个福音活动，是因为神很祝福我的家，然后我的先生是罕见疾病，那是会遗传的。那我两个小孩。我信主以后，我就跟神祷告，那我就祷告了，结果我的两个小孩都没有遗传这个罕见疾病，而且他们未来的配偶没有那个，也如果不是这个病，他们也不会隔代遗传。所以我其实非常感谢我信主以来那个神的恩典满满，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感动，想要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欢庆。谢谢你们愿意来我们家，谢谢。诗歌欢唱，又家姊妹的见证与分享。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关关难过，关关有主帮我过。如果不是有上帝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到今天。我先说一下，我之前会认识上帝是在工作场所当中，然后经过那个我现在的小组长，我的同事丽霞姐。好，丽霞姐，要不要让我们看一下这位？那他在我生命中很重要啊。然后呢，我开始接触这位上帝。那在小组聚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颗肿瘤。不幸罹癌的又家姊妹坠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深渊，经过8次化疗与17次的标靶治疗。感谢有主，他奇迹似的度过了难关。那在我生病治疗的这几年，上帝他不仅看过我的身体，也看过我的家庭。因为我让我青春期的儿子没有变坏，快要会考前，儿子就跟我一起去教会，牧师、师母还有所有弟兄姐妹都一起为我们祷告。然后他就考到他就突破他的所求所想，考到师大附中。成为他那个国中考得最好的人。然后真的很感谢主。再来，他读高中的这3年也是有征战，因为刚好青春期的他遇到了快要更年期的我，我们也是会常常吵架，但每一次都有圣经的教导，圣经说不惹儿女的气，所以祷告求神给我智慧，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平息这些问题。
儿子的升学之路虽有些小波折，幸有神的庇佑，经过重考如愿考上清大材料系。依靠上帝让我这个癌症病人心里有力量有盼望，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刚强，那也让我们这个单亲家庭处处充满恩典。感谢主，我现在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这位慈爱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谢谢。说明短讲，接下来是我的短讲。那在开始我今天的短讲的内容之前呢，我要请大家先听一首歌，有一首歌叫《我心似海洋》。我希望我是珍珠光，在你需要时候发亮。当你迷失指引方向。随时都可以成为照亮别人的那一盏小小的烛光，温柔却又有力量。舒敏叙述多年前身心障碍的种种问题，想逃离教育工作又因多种因素不能辞职，想怀孕请育婴假老天却不从人愿，没想到后来出现奇迹，年头年尾生了两个宝宝，欢欣之余却又有育婴的痛苦。请了孕假才发现，你知道吗？照顾小孩，你没有下课时间哎，24小时你跟他绑一起哎，他睡觉你要做事啊，对他醒了你要喂奶啊，干嘛的？还要哭一下，还要闹一下。我在学校上课还有10分钟休息时间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又逃离家里，赶快回去上班。这次上班就怎么样？认命了，好乖乖的上班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让你认识了上帝，人所不能做的，上帝都做得到。这是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，所以我开始就进入这个信仰。舒敏退休后第6年生病了，他罹患肺腺癌第4期，化疗抗癌期间依然举办活动，活跃于教会传播福音，关爱世人。让人生下半场绽放出灿烂的光芒。我爸爸就是肺癌过世，他只有1年，所以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，主啊，求主至少给我1年，因为给我1年，我可以好好处理我想处理的事。但是我真的感谢主，因为上帝不仅给我1年，我现在已经4年多了。现在要往第5年迈进，真的是，对吧？舒敏刚强的毅力与伟大的情操，的确令人肃然起敬，让我们给予热烈的掌声。致敬每一位祝福。光也会走。
感谢制作卡片的思琪，卡片设计得非常精美，我们这里真是人才济济，思琪辛苦了。赠礼之后品尝美食，传播福音，在和谐温馨的气氛中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小组聚会。幕后花絮，慧芬除了提供场地，还要布置场地、家具的搬运、场地的美化都需要人力，因此全家总动员，默默的奉献，这些辛劳我们感念在心，谢谢你。节目已近尾声，再度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弟兄姐妹们，也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